盐真大个葱哦。人家蘑菇饭贼通，不找会盐。还懂？你要圆我盐去啊？好。你还让俺全家吃蘑菇饭啥？谁不会盐？嗯，好。你给谁一对？我给俺妈一对。那中是吧？咱几个一对啊？咱几个磨两份，给交给你仨一份。你说的是不让我回来，还是你能回来不能？能呀。你能啊？哦，我不能回来哟，摸不了。好吧。走，咱俩站好位。我这些眼镜都戴上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定得比过你。你别看你前还摸得过。你那使劲撒得很，我也不跟你说。那两棵树上都摸我浪头那边。摸？那你我看这是啥来？来，走，给你不怕的最厉害，我喊个口号。俺家的小鸟，莫怕它的月亮。来，他们到了吗？哦。不准抢。走。不给他抢。好了，乖猫，蘑菇就怕。就。哎，这。那。哎，不准给俺抢！哎，这儿，好，你快点捏住！哎，趴大屁！六个。小张，可大趴大屁！趴大屁捏了他。走，趴他吧。过来呀！哎呀，看也活成一个。其实刚才我想的是趴大屁，厉害，走。再一拧，让做魔位，好过卷上格。你磨了看看，给我吃个好肉。那我得多陪你们磨的好了。抓住他！哎，好，先拿住吧。那磨了几个了？是的，俺才磨了一桶。我看看，毛桶。老秦，哎，我相信你这一路最多摸不超过五个，差不多吧？你呢？我，他摸了一桶，给咱俩脚看看，也有几勺吧？哥俩，哎，吹呗吧。真的，俺现在都有九个了。九，哈哈哈哈哈！俺现在都有八个了。俺家的驴牛摸爬它地面。别喊了，你喊了那爸问说不摸一通我都不好意思回去。俺家的小哥有眼比二牛厉害，摸的再多还让小哥的。走，咱去那平坦的地方摸，跟着那爸他们瞎胡跑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那这摸怕他得静下来心，不能急。先回家喝水。那咋弄啊？你们我先带着他回家喝水。那去吧。我看到了一只猫头鹰。搁哪儿了？那他是不是个宝宝呀？他咋不动弹呀？真的是猫头鹰吗？他为啥不怕人呀？不，走吧，报警动他。Hello 啊，小猫头鹰，你在干嘛呢？他在那捕捉猎物。他捕捉啥？老鼠。是。那俺先回去了啊。去吧，去回去吧。啥呀？老长，这么长，嗯，这么粗。是为啥咱还怕蛇呀？好像是个红色的。红色的。啊。是啊。为啥咱还怕蛇呀？不知道，那大一看蛇比兔子跑的还快。他那蛇就躺就卧到那路中间。就是嘞。
太热了，它出来凉快的。是不是猫头鹰？它会不会扯蛇呀？会。那叫猫头鹰开过来就开了它了。可惜猫头鹰没有得到这个消息，叫我给你大打个电话，别听给他操苦了动了。以往俺没怕他，从来没有遇见过事。还有猫头鹰。啊、哦，猫头鹰也是头鹰。我这回我见过两种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。大大，俺遇见蛇了。你走着的时候，没有俺看出来，俺遇见了蛇和猫头鹰。挨住他了。挨住猫头鹰了，没看见蛇跑了。你走路的时候，你慢慢的，然后走那大路上回来。好。快点，棍儿亮。飞到哪儿了？我就看不见。你看不见呀、啊？这不要、嗯。看不见。这我都不见。戴着眼镜呢。我这眼都瞅不住。啊！你咋不让了呢？出来！呀呵呀，咋拖住了？哈哈！你办得呀？干牛！牛、在草里了吧？来，我让你扔牛。他怕他吧？疯了！别了，早点回去吧，娘，别磨了。我就是回去，我不住，转一圈转一圈。挺肥的。俺也回家。你也回家。跟奶奶拜拜。老大，啊，奶奶老同。走。多好个这蜘蛛比我前两天又长大了，真大呀。看一下。奶奶和几个？差不多。一个，两个。15、15、13。那你看能不能吃饭？十一碗。俺这比恁多俩。俺哥是锦鲤，锦鲤，我腿变了，锦鲤，好，站住，狗牌都给他弄一片啊！你看这一群，没了镇长文，没了那啥都怕他，跟你这怕他越来越少，没有小那时候多，小那时候冲这一会儿就没事了。